长这样是细菌啊？这长得也太像了，太难记了这。都记住了吗？都记住了。这啥呀？这肺炎链球菌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是一种细菌。嘿嘿，这个要该打吗？五。四。三。该二。一。该打，该打，该打。确实该打呀。你那啥记性的？保身体，算儿戏吗？咱这记性吗？继续背。玩乖啊，不疼。记这么久，这次小组考试你可别拖我后腿啊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小朋友，这个狒狒怎么走呀？往外面走。快点的，没时间了。哎呀，怎么又叫回来了？这小兔崽子咋骗人的呢？不能呀，你帮我拿着，我帮你插上。这单位信号呢？这还好使了。好了吗？好了好了。肺炎链球菌咋这么可碜？还没弄呢这。就是咱们看这次怎么地也不会到手了。你这肺炎疫苗打了也就放心了，贵也是真贵啊这。